坚系奇迹 ，Sammy 竟然三寸事业线，冇呃你，冇呃你，真系令人眼前一亮啊！唔通 Sammy 去咗韩国？明明之前同安仔去咗日本行街街噶嘛，张相其实系电影盲探嘅。之前去咗康城宣传，套戏嚟紧七月头就喺香港上噶啦。今次 Sammy 宣传果然落足力喎。毫无疑问，纯粹灯光效果。不过今次 Sammy 喺戏个角色真系好唔同啊，有唔少发挥机会，话唔定到时真系将事业推上高峰咧。